非常主义的网红公路，让人在这拍照效果短，最后又为了一些好看的效果，站在屏幕上偷拍照片，最后要站在屏幕上边，没有人知。三幺五国道是对大师姐的广袤与雄浑最好的诠释。无视交规，游戏生命，绝对打开对他通天之路的正确方式。在这延绵千里的不毛之地上，三幺五国道横空出世，直指天际。它是我们在这接近虚空的无人区唯一的慰藉。在车轮扬起的尘埃中，人能感受到一种厚重与肃穆，那是他掀开荒芜的力量，更是对生命的敬意。那在这儿啊，要注意安全，开车。